解说我们的专业声音，有些猥琐的节操为您而调，只为您那销魂的一笑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优乐的为您带来的风暴英雄。哎呀，这个阿兹莫丹玩上瘾了，根本停不下来，乳来生长啊，胸前挂钩。哎，这下面啊哈，我就不说了。咱们再来匹配一下，左旗，我看这东西。他倒是没有那他不能骑东西，但是他这个脚上能着火，着了火就掉。出来了出来了。其实现在我觉得加射程那个反倒是没什么用，因为我试过他本身射程其实就已经非常非常的远了，你再加那个，但他就更远了，你连他人都没看到，他就给你一个球丢过来了。哎，那种其实在追击残血很有用，但我其实觉得已经够了，那不如我去学一下这个增加，就击杀敌人增加伤害的这个。那么这样我通过不断的这个啊 A 兵，哎，特别通过 Q 来，哎 Q 收兵算不算，他是要平 A 吗？咱们进去等会儿可以看一下这个地图，是巨龙阵，咱们要控制龙骑士。哎，其实这个我这个挺好，我有那个 Q 啊，神打断啊，你要控对吧，控个屁，老夫一个 Q 把你 Q 回解放前。好，快点，快呀，不，哥你出来啊，出来出来，英雄们准备战斗，服从我，听我号令啊。那这个等于是你只会带领可以走向失败啊，等于是可以那啥方向，战斗即将开始，相当于是冰封那种封塔的嘛。啊，下路三个人，咱们三个五啊，你妈球不挂机，三二，那我去中间，我去中间，战斗开始，我去中间啊，我去中间。哎，马达安呐，你有人去帮帮我们的战友吗？哎，我干什么？这尼玛谁受得了啊？有，哎呀，哎，不，不要吊打我，不要吊打我。一名英雄放弃了战斗，一名英雄重新加入了战斗。远古的圣坛已经苏醒，那我是不敢走了，我走了压不住线的。龙骑士吧，好，先行，真的还好。那下路这个，啊，也难说，也难说。我专心操作我自己。好，我多杀兵，增加我的攻击力。龙骑士的力量就将属于你们。哎呦，我这个 W 是也能打断。哎呦吼！每次都把这个技能甩在我前面，真是有礼貌。啊，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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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电死我了！我的军队在等待着我。去个人去上路啊，哥哥！哎呦，我靠！我知道你要硬，砸死你个逗逼！好，有人去上路，要去拿上面。你说这烦不烦？他都快压，把我压到哪儿？赶紧选天赋。好，这样我 E 他可以给我加血。来。
了吧？咋咋咋咋咋？哎哎哎哎哎嘿！哎呀，好的，好好，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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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我要死我要死我要死！哎呦，好好好好好好好，你这一下把我给捅过来了。啊，这样就不死了。新的乐子，砸死你个逗逼！个意思你！好，咱们大菠萝来了。那现在问题是我的血量不高，魔量也不高。哎，大菠萝不要作死，不要作死！我接受你的服侍。啊，一个奶来了，这样好一些。再等你带着我。啊，我跟雷诺一样，都需要这个杀兵来提升攻击力。雷诺其实他的这个攻击力起来之后也挺吓人的。哎呀！选择天赋。够了啊！我计划之中，精神焕发。算了，要不要拿了？哎呀妈的！你们会被没人去干扰的。我可以在门里面 eat 他，我可以在门里面 eat 他。哎呀，第一次被他们抢先了，快快！现在还在飞。哎，他被卡住了，漂亮！啊不不不不不！哎呦我操！哎呦，这你个贱人！好，把他给弄了出来。统治这片土地。哎，真是遭不住。我觉得现在快打野吧。战场三召唤。一起占领这座雇佣兵营地。趁现在快点，否则等会又没机会。再打上面这个。我们来奴役这些雇佣兵。我们来奴役这些雇佣兵。这样还是能够抵消一些兵线的问题。我的军队。三人一起打野效率很高。他们打野技术也可以。砸死你个逗逼，打我。选择天赋。哎，能量正在圣坛中聚集。我要跑了，我要跑了。释放龙骑士的愤怒。你要死了，必须尽快死掉。哎，我先到底，我犹豫的。这个没用啊，我还是选择这个。一切皆在我计划。我靠，这他们这确实双方实力差距有些大，他们都顶到这儿来了。上面也有些底气，不再长眠，他将尽情的啊，一个这个把他们给烧走了。
哎，不是，你现在放个这个是不是干嘛的？防止咱们追啊！守在中间，守在中间，不要走！哎呀妈！打不过你，干脆你就走，你就不要抢不，反正都抢不到，干脆你不要走。哎哎，那是个啥？你看这个兵线压不住啊，等会我怎么干扰？妈的，兵线就是想来电，他一出现我就应该往旁边拉。哎呦！妈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我肯定要跑，我肯定要跑！哎妈的，又被他们拿了！快去找治疗之泉！无尽的烈焰会吞噬你！失去了堡垒。那反都拼不过，那不如直接手中剑，你摸一下他就断了，气死他！哎，不不不不不！选择天。哎哎，好的，谢谢谢谢谢谢。你又直接把我放出来了。不然小心，这已经快被他们都爆到哪儿了。哎妈的，我操！你个贱人，你个贱人，你个贱人，你个贱人！不，不能就这么结束！哇！哎我操，我要出去，被他给。一名英雄放弃了战斗，一名英雄重新加入了战斗。你们失去了一座堡垒，英雄们。哈多雷不可战胜。差一点，差一点。妈逼的！老子还有大，你还放大？你放个妹，烧死！差一点，好的，好的，漂亮。漂亮！战胜！我不知道你刚才在牛个啥。趁现在快打野，趁现在快打野。不要硬来。等会再去打下面那个野。哎，你来！在等待着我，协助我们的盟友。我得先来弄。啊啊，都来了，都来了。哎，那我还是帮一下中间。干死他们奶妈！哎呦，这个他有点怕，这个他有点怕。驾驭龙骑士的力量吧，你们的堡垒失守了。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一个逗逼。没有任何东西，哎，哎，不要跑！哎呀，够了啊！选择天赋。好了，这个就行了。哎，
选这个吧，选这个。啊，哎呀，这打的可真臭。烈焰精化一切，你看他打不动了。啊，他还要来先搞这个。他们到底死了多少嘛？我救我一个，那还好。好，月女终于来了。哎呀，不然这没输出啊，他这个 Q 太烦人了，攻击频率挺高啊。哎，不能让他再突破了，哥哥们。哎，不要跑呀！跑个懒子！哎呀，草你大爷呀！他特别忌惮我这个 E 啊，所以说非得要把我给踢走。吸死你个狗！哦，操，他那个奶妈在那里。老子吸死你，好样的！精彩，不错。你要先跑跑，你大爷，把塔拆了。啊，我得先保住塔的范围。你身受重伤，还去找治疗之权？哎，别！啊，跑了！我们应该守住这座堡垒。啊，这边又来了！哎呀！确实，双方水平实在是有差距。不过还好。咱们一旦配合起来的时候，对面也是遭不住。啊，我来帮你，我来帮你。我尼玛，你还开这么多技能，横过来竖过去的操作。你早说我就来帮你了。英雄们，圣坛很快就会苏醒。要带带血啊！抓到他们打野，英雄们，基本上能把他们打野。巨龙就在厅后差遣，快去释放他，让他摧毁你们的敌人。我们直接进来炸，肯定拿到了，到上面去。哟，接在我计划之中。我去了啊！看好中间，我去了。哎妈的！快他妈干扰！哎，又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给打出去了，差点死了！妈的，怎么这么脑残？来嘛来！我操，他这个狗日的！啊，好的，在哪？我新的乐章。哎，不是反正。我们的盟友需要帮助。哎，有人。
哎呀，快他妈干他行不行嘛？你们人都死到哪里去了？真的都死了。哎，我算是服了。哎，个狗，我是。哎。我才是第一。偷血。重生，然后复仇吧，英雄。我只能这样说，我受不了你们。啊。哦，又被他占了。选择天赋。操，肯定是他们的，看吧。哎呀，哈哈。我会让你们化成灰。但我为什么觉得每次他们拿了龙骑士之后，反而咱们还反推的很好？我操，你就不能离他远？啊，开大开大开大，这个应该是，我操，这都能砸得飞。哎呀哎呀，那天天下凡那种魔免的应该砸不飞了。干这个呀，哎，我操，他把一切伤害高的全都给击飞了。哎，你个狗日的！好啊！敌人正在攻击你们的核心。太够了啊！你不想回到那副监牢？不！你那回城？好吧。你他妈的还，你个渣渣还想回城？哎呀，老子在这个地方，病毒。黑豹就是他，老子烧死你！打得不错。啊！我抽了一口他的血，不要挤我。真是难以拒绝。你的世界将被铭记。挤得漂亮。我们炸他。我只能这样表扬一下你们了。啊，这边应该能摧毁。对对对。哎呀，那我估计这个塔要没了。不，不，你这不跑，你还上去扛那些干嘛呢？这是有这样的吗？圣坛再一次摧毁了一座要塞，那一方将控制龙骑士的力量。流星雨放小怪啊！哦，谢。这烦不烦？永远不死。释放龙骑士，屠戮你的敌人。你看咱们这样弄得好的话，这个兵线优势也是很明显的。战场在召唤。好，他们又把咱们的也给打了。哎，个狗日的，狗日的，有隐形女啊！这咱们没有反隐的东西啊。我他妈只能开大。啊，西里普他的铁。我方核心正遭到攻击。哎呀。哎，这快被雇佣兵给 A 死了，你敢信？哎，
这能忍？啊，这真是赢一把就要坑一把，人品是守恒的。这小头子打不了，又被摧毁了一座要塞。觉得这把还能翻得回来。我方核心正遭到攻击。哎哎哎，完了完了完了，掉线。一名英雄重新加入了战斗。其他血都快吸回来。他刚才好像是被小兵挡着了，所以说就没冲得过来。哎，最后这个大放的真他妈的漂亮！巨龙的烈焰不会放过任何人。可问题是，哎呀，这个早点配合一些嘛。